请你们看他的影片，真的很赞，可以同时可以学台湾的东西，还可以学日文的东西，超赞，记得要看。お昼ご飯食べようかな。哎，你好。啊，我想吃天ぷら烧的，还有面线烧的。这里是吗？这里是。香菜可以了。可以可以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这边什么？谢谢。谢谢。いただきます。牡蠣が入ってる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うまっ。啊，好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我要小甜不辣跟小面线。反正面线这样40吗？现在可以吗？好啊。好，那我试下。那你先去把那边看一下。小甜不辣，小面线。不习惯了。我妈姐姐都说开玩笑，觉得很色很香。支持一下。